看到这个画面是不是有点不熟悉呢？我相信你看到了标题，你一定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吧？没错，决定改掉这个头像，改成符合我的头像。我先给你看这个头像先。哎呦，怎么还是这个头像？换掉，换掉。啊，终于清静了。你们是不是感觉这个头像很真实呢？这是我用我的真人照把它卡通化而成的，也希望你们会喜欢啦。你们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区下方留言哦，每一个评论我都会看的，也尽量回复你们。这是我频道大改造的第一集，后续还会有第二集、第三集、第四集等等。下一集我会给你们带来最新的开场动画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还有分享哦，还有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的通知啦。我是贤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